小胖，我是不是你朋友？是我是？到底是不是你朋友？你考虑考虑，考虑我说。好，我是你朋友，我去你家事，我在外边被别的狗咬了，你帮我去报仇，行吧？那我先给你钱，我不备用你，啊，行不行？听我说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再给你一吨狗粮，我给你找小伙儿。